我觉得一个游戏，到此为止。到此为止，好不好？我得真诚的交流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大家。而家开始，只准用广东话。我的天哪！我嘅咧，你觉得咩啊？你觉得咩啊？我嘅咧咩啊？而家如果我讲广东话事啦。如果唔会讲广东话，啊，神咗啦！OK， 来，坐，哦，美国王吗？美国王吗？我，哎，佢哋美国王，我哋过咗，八个都冇过王啦，佢哋未过啦，未讲广东话，佢哋唔中意 ，OK， 美国王有未讲广东话。但是我哋只记叫他美国王，不记叫他美国广东话。Okay. 如果记叫他又美国王又美国广东话，佢哋输咗喎。O K， 嗰二句都冇听懂啊。美国王 ，What mean 美国王？美国王 means American king。从盛开始啊。O K。哇！漂亮，冇国王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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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嘢的啊，冇国王吗？听裁判的，听裁判的。他们虽然有点壮，有点壮，但系国王啦。国王，喂。我国王，你偷心啊！喂，裁判啊 ，no no， 哎，我在这里是没错啦。哎，裁判，我那个我 ，OK 啦，狗屎毒啊，狗屎毒。哎，这火真起来了！你得防坑啊！哎，我好好专业的。那你别烧炭啊！这篝火烧炭干啥？你不烧炭吗？烧炭个鬼！你烧炭哪烧起火来？哎，一般在篝火晚会是要干嘛？唱歌。每个人唱一句爱的歌。